大家好，我是文。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是366到367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希望你厉害。OK，我马上听一下是在366的地方。好，注意听哦。The greater the extent to which an individual engages in complaint regarding their own problem,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blems they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你答案填哪个字？他是说，如果我们个人抱怨我有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程度越怎样的时候，我们这个会增加，我们的问题就会增加的，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增加的。你单听那个字，它的开头是 the greater，那看到 extent，这是程度上的。这个字呢，可以等于 degree 程度上的，是这样呢？Something happened 或这样子，它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子呢？我们个人所正在做的事情，那 engaging 这个字可以等于就参与的，在做这个事情可以等于 take part in 啊这个字。是这样子呢，我们抱怨的事情，regarding 这个字可以等于 about 有关什么事情，有关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抱怨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怎样子呢？proliferation 这个字是增加的意思，大概可以等于 increase，我们问题就会增加了。那后面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句来修饰这个字，这样子呢，我们遇到的问题 encounter 这个字呢，可以等于 experience some things 啊，重点哦，这个是 experience 去经历这个事情 experience something，那这个 something 通常是怎样子呢？不愉快的 unpleasant 是不愉快的事情，你答案填哪个字？这边。考你一个重要的句型哦，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这边是一个句子，这边也是个句子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边这样子的哈，这样子哈，我重新再画一下，你看了啊，这样子哈，你看了这个地方，啊，这边是一个句子，S1 逗点，这边 S2 是一个句子，啊，这样子的。那你可以很清楚啊，这边是一个 comparative，是一个比较级的，这边也是一个比较级的啊，比较级一、比较级二的，这个地方要把它降级哈，你把这个多字的连接词连接这两个句子 S1 跟 S2，那重点哦，这个地方它是没有连接词的，越怎样就越怎样子的，好，我们再讲一次哈，这边你把它记得是。多字的连接词，这边是个比较级，这边也是比较级，连接怎样的？连接两个句子，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你看，有关你自己的问题，你抱怨的越多，那你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增加了。所以这个空格里面所填的是一个比较级，可以哈。所以答案请你写 the 比较级，the 比较级，the greater。所以答案请你选 C。你答对了吗？好，你把题目看一下。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呢？你看哦，这个字，extent 程度上的，individual 个人的，engaging take part in 参与的，regarding 有关的，proliferation 是这样子呢，增加的，还有一个 encounter 遇到的。Extend, individual, engaging, regarding, proliferation, encounter。好，你把它看一下。OK，那我们再把366的地方再把它看一下哈，再把它听一下。The greater the extent to which an individual engages in complaint regarding their own problem, the proliferation of problems they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在367的地方，好，注意听哦。Despite the salesman's efforts to direct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he product, their unwavering fixation remained captivated by the alluring showgirls. 你答案填哪句？他的意思说，尽管这个 salesman 努力去引导这个观众的注意力在这个产品上面的，但是他呢坚定不移的注意力呢，就还是保持在一个令人吸引的啊、诱人的歌舞女郎嘛 ，show girls。你答案填哪个字？他一开头的时候是用 despite， 所以尽管，他这个介系词嘛，尽管。尽管怎样子呢？尽管这个 effort， 他的努力，谁的努力呢？这个 salesman 的 effort 的努力，去做什么事情呢？去做这个 direct 引导，这个大家可以 lead 哈，引导这个观众的 attention， 在这个产品上面的，它前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系词片语而已嘛，对不对？那主词是哪个字呢 ？Their fixation， 他们的专注力，这个字呢就是。固定的，固定在什么地方？这个字可以怎么讲 ？attention， 你看 attention 或者 sewing 啊，缝 something 呢，很固定的 formally 这个 r 哈 formally 在一个地方 in place， 这个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哈、啊。那你看到 unwavering 这个字呢是怎样子 ？never moving。不会移动的，不会移动怎样子呢 ？Captivated， 阿贝怎样子呢？吸引的。那这个吸引怎样子呢？是 attractive 啊，这是 attention 是非常的 extremely， 你看到 extremely 非常的 interesting 或是 exciting 在上啊，有些人上面的，或是一个 present 愉快的事情。被这样子呢，被这个 alluring 这个字呢，这是那个吸引人的，这个字可以等于 attractive 啊，吸引的 sugar 上面的，或是怎样子呢 exciting 令人兴奋的。好，你答案填哪个字？这边考你一个简单的片语是 once attention， 一个人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固定用法，必须用哪个字？这题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用哪个字 ？on， 所以答案请你选 A。你答对了吗？好，你把题目再看一下。OK， 那你说哪几个字会考？那我们看一下喽，这个字。这是 efforts 努力的 unwavering never change never moving、啊、不移坚定不移的 fixed action 固定的保持的 remained captivated 被吸引的 alluring 吸引人的或是令人兴奋的 efforts unwavering fixed actionRemain, captivated, alluring. 好，你把题目再看一下。那我们再把367的地方再把它听一下哈，好，注意听。Despite the salesman's efforts to direct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he product, their unwavering fixation remained captivated by the alluring showgirls.OK， 那我们把366跟367的地方再把它看一下，注意听哦。他说你一个人如果抱怨有关他的问题越多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会增加的越多。所以这边考你一个重要句型，是一个比较级句子，比较级句子，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greater
跟这个比较级，跟这个比较级当做一个连接词，所以答案请你选比较级的 greater，答案请你选 C。可以哈，好，那我们继续看哦。尽管这个 salesman 的努力要引导这个观众的目光在这个产品上面的，这边考你一个固定用法是 attention on，所以答案请你选 A。OK，刚才我们所讲的是366到367的地方，给你掌声鼓励一下。好了，加油了。虽然我觉得开头开尾都好像一直在重复，但是呢，中间这块肉你应该多多复习的。后面下面的连结哦，可能有几百题了。大家加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达标了。OK，好，下期再见了，拜拜。